我们要讲哪一个？啊，这是我们的守门员守住每一颗球。哦，六场球赛只让对方进一个球，这是我们的大扫把蔡鸡蛋哈。来，扫个线。我们要敬你一下。来。不用了，不用敬你。来。这个球呢，跟那个挡球的哈。地震。这是我们的风城。这是曼婷，好，这是我们的右手，右翼哈，这是我们的右翼，对，最佳一，这是我们的中锋，很厉害的，哦、oh, ，so cute， I like you， 林肯国小的世界，这个七棍球已经有30年的优良传统，所以这个是彰化之光，也是全国之光哈。那我们彰化市公所每年都会来挹注这个林肯国小的七棍球的这个球队的一些经费。我们希望小朋友从小就有一个健康运动的习惯。那也培养小朋友有国际观。我发现平和国小的曲棍球啊，不但是运动的打得很好，而且特别有礼貌啊，所以从运动当中学习一些生活的礼仪，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那我们希望平和国小这个曲棍球能够继续的保有这样优良的传统，继续发扬。投资教育就是投资未来。其实在我们社会当中，有时候都会说，当这个球队工程旧的时候，大家才要补助。但是市公所这几年来，又刚刚我们市长给我们的一个承诺，就是在这个训练出去的过程当中，就会不断的给我们补助。其实哈，真正若无钱哈，他们连一套衣服要买都真的有困难哈，都真的有困难。何况我们一次出去要将近100万，他们大概要自付呢？相当多的钱哈，所以我们受到这个市那个市长的这个恩惠，我们是感恩在心头的。市公所长期的在作为补助啊，那我们平和国小能在七棍球队能在平和能在平和国小能长期的补助下啊，能长期的训练啊，让我们出国啊，谢谢市长，但是也感谢这些学生啊，临场的发挥，才能让我就这个教练有机会沾个光。啊，我也谢谢各位同学啊，你们的努力。面对如此高大对手，让我有点害怕。然后因为对方身材比我高大，教练就叫我要用拳头，不要硬带。然后第二困难就是面对他们的场地问题，因为我们平常在学校练场地是平地，他们是草地。我们知道用传球，不要多带球，然后发挥团队精神得冠军。谢谢。好。下次呢，要把英文写好，然后去就可以跟他说话讲话。这个是什么？对，讲。我这是你一辈子的光荣。对。不怕强，心脏特别强。不要害羞啦。不要受伤。厉害了。这是大扫把。哦。